先爆香葱蒜，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下蛋液，只要下三分之二就好了。在旁边油这边，好，大概这样就可以了。就留起来，最后。半熟以后，就可以把它们炒一炒，再速度炒一炒。好，放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就下番茄。时候要等番茄煮到软烂，再时不时的压一压它。
茄已经煮烂了。我们家的番茄炒蛋诀窍就是这最后一个步骤，用蛋液勾芡下去咯。好，快速的搅拌一下，达成勾芡的效果就可以下锅。番茄炒蛋完成喽。